来到另外一条啦。我老婆在很急，她要去买那个。这个。你要买什么？啊，我跟你讲，一定要来这里买那个芋头。哎，有芋头吗？哦，芋头饼。哦。哦，他们。我跟你讲，就是大家可以现场不用吃没有关系，因为你回到家，你拿去烤，超好吃的。哦。它的那个饼干酥酥的。哎，你买芋头饼，我就想要吃松。吃松包子。对啊。这条也是很多逛的，你可以直接开始这样逛。好啊，好啊。然后就是它的这些老街这边是有一些玩的一些小商店这样。看你的样子，风好像很大哦。那你要吃什么？芋头饼、双胞胎、甜甜圈，我都好有兴趣。那你要吃什么？芋头饼、双胞胎、甜甜圈。几个？你要几个？一个双胞胎，两个甜甜圈。芋头饼就随你。对，因为它还有这种套餐这样子。套餐，但是我不知道到底便不便宜。芋头饼我来个五个。它的四号餐是双胞胎四个，甜甜圈三个，芋头饼三个。我不要。太多了。看吗？他们两个在玩，你看他们一直在打小飞机，很玩。不要玩，人很多，不要这样玩。是啊。等下不要给你们吃甜甜圈。对啊，大家吃甜甜圈。甜甜圈。看就很美味，哇！看他这样丢，天哪，我好想吃哦。我口水已经滴满地了。而且他那种一定就是炸起来热热。前面的人都买超多。有前面人都买很多哎。他们很多人都买一个套餐吧。对。因为芋头。看一下他的那个。而且因为他们就是他们之前啊，就是白天的时候他们会在那边消毒。哦。默。对。好，快换到我们。芋头饼你要几个？五个芋头饼。哎，他那个双胞胎，他是还有，就是还有什么奶酥啊、观察？对啊，那边有啊，让他看一下。那他那个芋头饼很像那个饼干的那个。有。甜甜圈卖完。甜甜圈卖完了。那我要两个双胞胎，然后两个双胞胎几个芋头饼，你要几个？我要五个，双胞胎四个，然后芋头饼就两个。加二。哦。钱在我这吗？对。两个双胞胎。对。两个双胞胎，五个芋头饼，盖世好。哇，好，然后还三只鸟蛋，哦。谢谢。来走了，哎呦！今天是礼拜五哎。好。哇！花枝烧，但我真的对这个花，但它真的很大只。对，你看到没有？哇！那荷包蛋哦，然后小卷这边蛮多小卷啊花枝的，
那其实很多你们会发现这样走过来，就是很多店家。好可爱哟、哦！手粗、哦。哇，比我的手指还粗。哎呦，很会吃哦！对啊，好，没问题。他闻，我他这样弄起来很像章鱼烧。哦，哎，这种就这样，这种好像哎，没有，你打一副分身吧，是不是？自己拿，小心叉子哦。对。这个味道好像那个猫的那个什么，猫的那个就是那个鱼丝的那个柴鱼，我吃过，对，柴鱼，我在我们家有季节吃柴鱼。这个是花枝烧，对，花枝烧，然后用那个美乃滋跟柴鱼片的，它的花枝比较，妈妈好吃的吧？比较嫩，哎呦，妈，他不管，我要吃那个，那是什么？不是有虾卷，嗯，好，对，嗯，好。哦，它蛮大一根的，嗯，20块蛮划算。那不是我们，不是我们认知那个大虾。我发现花枝烧没有很多哈，100块，但是因为是大花枝。妈妈，如果他要吃这个嫩嫩的皮，好。妈妈，妈妈，爸爸。哎，我坐错位置了。前面有个冰淇淋的模型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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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没有没有，我没有要吃。没有，我没有要吃。No no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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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要拐你去买一个。No no。奶奶 no no。没有没有，不可以不可以，那车子很多。我也想买啊，可是。为什么？那个就是妈妈。哥哥就有点想要引诱妹妹来。妹妹如果就是成功的话，哥哥就有的。我是想买啦，但是吼，爸爸妈妈说不行。那来，换车车换过来。嗯，还有一个好，我不用刀可以。可以啊，很香哦，不行。我们刚才有喝冰沙了，嗯，冰沙就已经够了，对，冰沙比冰沙够，嗯，但我觉得那个它的虾卷吃多了会腻，哦，虾卷还好还好，它就是一只20块就很爽，不要看，也是，那是便宜问题，它花枝丸也是20块，哦，20块有四个，蛮划算的，嗯。应该是大哥的。我觉得不贵啊。边边的还不错，我喜欢边边。嗯，边边脆脆的。他倒有些小孩边那。对啊。因为他刚才他只要被突然间觉得美乃滋不够。嗯，对啊。他美乃滋真的是。美乃滋可以加。我们家里那哎，他其实还可以加管家。真的。用一点点给我们，好了，我们这边吃完了，准备去逛，去买个喝的。嗯。